大芬村画家会被 AI 淘汰吗？ AI 绘画会让中低端画师失业吗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这三款 AI 绘画软件已经在改变全球美术生的命运，第三款目前世界第一。第一个 Midjourney， 它是一款只需要输入文字就可以生成高质量图片的 AI 绘画软件，让任何人都可以秒变画家，今天梵高，明天达芬奇，后天毕加索。第二个 DALL-E， 它被誉为甲方中介者，乙方设计师的最终形态，用嘴就能实现作图、抠图、替换图中元素，你感受下。 Made of cookies in the clouds。Oh my god！ 第三个 Stable Diffusion， 公认目前最强 AI 绘画软件，也是输入文字就可以生成高质量图片，也可以以图画图，帮你生成相似图片。恐怖的是它已经开源了，目前国内市面上大部分 AI 绘画软件都是用它做的。